总统赖清德率团出访，要去洪都拉斯参加因的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专机今仔载啊，到这美国洛杉矶，咱伫美国代表肖美琴，加这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莫健，拢有去接机。咱伫这美国代表肖美琴伫个面册顶端有看到含这副总统赖清德的这翕相，啊，欢迎这赖清德到美国。啊，赖清德因到这美国了后，去饭店就开始展开行程，我那含17位美国下东派的议员来见面，看到这台币的经贸关系，中国威胁这议题，我那完成几项线顶的会议，啊，拍算伫个洛杉矶停留24点钟了。会确定去洪都拉斯，啊，30会倒转来要去美国，去甲倒转来拢会过境美国。